安大家，晚安。叶君 ，Happy Valentine， 情人节快乐 ，Sega 晚安，盛元晚安，静夏好的，波达晚安，谢谢叶君爱的抱抱。温江来了，温江起床了，呼呼猫晚安，谢谢。大家晚安，晚安静一下。哎耶耶耶耶，不准。嗯哼，晚安。谢谢 Legun 爱的公式，谢谢三人的爱的抱抱。温家 ，comment 都没发温家，我看不到留言哦，对不起。温家，看不到留言。嗯、阿鹏晚安。鹏干阿鹏。我可以帮盛元证明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打的。盛元晚安，九代晚安。昨天有看到现场版，碰奖还是去睡，才不会等到路看。乖乖，昨天打字被骂了。Cascade 晚安，有收到本名巧克力吗？没有，怎么可能？卡丘晚安，笑笑晚安。今天怎么觉得有点怪怪？哦，原来是这样。温江，さっきカメラに向かってあれでしょ？頭こすりつけたでしょ？笑笑情人节快乐，温江想用爱心庆祝情人节。阿大三 ，Happy Valentine！ 准备要去约会了，卢卡，拜拜。好一晚安，阿翔晚安。好好，我去约会。温江，羨ましいですね。温江也是单身吗？嗯，谢谢三元的爱的抱抱。ぽんちゃん、ねんねしてたから眠いもんね。うん。眠かったんだね。今天不弹琴、不会。琴在后面。其实是要上班。哦、真的、上班加油。谢谢陆克爱的抱抱。爱的抱抱会打那个耶。打留言。卡妹今天应该不回家。她回来了。她现在家。她原本要打羽毛球。可是他说今天想要直接回家。谢谢酷江奈的宝宝，我原本要带这个。我今天只开一个小时哦，先跟大家讲。嗯，酷江奈你，我去更新一下。慧姐基本上也无法有情人，我忘记更新了，没有活动礼物，我也没有更新呢、欸。还是他会自动更新吗？他在家，对呀、啊。虽然一定会超过。情人节快乐，坤坤。没关系，没问题。季风亮晚安。草莓酱晚安。情人节快乐。对，我也好像没有更新。哇，这是什么？好酷哦！谢谢送我香槟旗。哦，你叫什么名？毕福？哇、好酷哦！蝙蝠，蝙蝠的福，谢谢蝙蝠的福，谢谢福送我香槟 level 七，谢谢，谢谢谢谢，你是改名字吗？还是第一次来看我的？谢谢王玉的香槟啊！哇！晚安，原来是六年级。你好，你好。初次见面好酷哦，对呀、啊，好华丽的特效，呵呵，太帅了。嗯，不讲，没关系，我没有情人，但是我有碰见，他好温暖，卢卡今天变酒店偷拍了，国成晚安，晚安卢卡晚安，戴瑞克晚安，哦，剩十天，我今天用这个好了，守门卡，哎呀，
等一下，谢谢博成的非你莫属。香潘克我不会。你好你好，我久久来一次的。哦。啊，可是我好像上次是什么时候来，我有点忘记了，不好意思。谢谢你的香槟，浩逸晚安。じゃ邪魔すぎるんですけど、すごいシャンパンラッシュ、そう私もびっくり、私もびっくりだわ。ルカ好、元天好、元天好、うん、こんにちは。嘿嘿，谢谢谢谢。对，今天是情人节，我出去买东西而已，就是买今天晚餐的食材。谢谢盛元旭飞一个月的粉丝团，情人节快乐！我也忘记上次什么时候来的，你没有改名字哈？对，谢谢谢谢。小易晚安 ，Hello。对，然后我家附近鸡蛋又卖完了，连续两天。谢谢盛元的熊抱啾啾啊！谢谢。Hello， 晚上要做宵夜吗？今天应该不会，待回去买。不会，今天一下班就躲回家，路上太可怕了。对，还好我今天不用坐捷运啊什么的。鸡蛋也卖太快了吧？对呀、啊，我也忘记我上次，你上次就有来，坐个捷运就会发现有很多情侣在那边抱抱，讨厌呢。放枪的人哦。对，我看不到。谢谢强纳森送我香槟，谢谢送我六连击，这是情人节的礼物吗？香槟，哇哦 ，Max， 谢谢强纳森，今天亲戚送我们一箱，一箱什么？刚刚那个太帅了，真的。阿哲晚安。有饭叫哦，谢谢盛元的爱的粉红泡泡，叭叭叭叭耶耶耶，叭叭叭叭耶耶耶，情人节活动的礼物，开心，今天从收到好多香槟，嘿，谢谢陆克送我丘皮特抱抱，好开心哦。谢谢盛元送我丘皮特抱抱，哎、欸，有新的那个特效。其实我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样的活动，看一下哦。这应该是新的。谢谢你们的爱，嗯、他们都送一人，我要送什么？情人节特效，火箭还没有人送。对呀、啊，这火箭没关系，你们上次送我超多。我只想要你们的爱 ，Love L O V E， 北极熊晚安，叫情人节活动，还有情人节火箭。对啊，其实我今天大家都是因为情人节，所以才是今天要直播。我原本是2月15号要播，因为是礼拜二嘛。对，我很少礼拜一开播，枫叶还没人送。没关系，但是这特效没有遮到鼻子，对，所以只有今天会用。谢谢你的爱。啪啪啪啪耶耶耶！元宵节，对，元宵节，如果是元宵节开，或是情人节开直播，二选一的，当然一定会选到今天呢、啊，对不对？所以明天就很少人会开播。明天元宵节搞不好有汤圆特效，没关系，情人节特效比较好。今天时钟好近哦，对，今天时钟在这边，那我放远一点。
明天要吃汤圆吗？好像可以去买。对，汤圆应该不会卖完。哦，难怪今天我去超商的时候大家都买汤圆，我现在才知道原因。只有今天，对。谢谢原田的爱的抱抱。当然我也可以就是物理贴。我这边有很多 masking tape， 这个好了，新鲜柠檬。情人节快乐，思涵。明天吃汤圆，感觉不错。我今天吃我自己做的巧克力冰淇淋，但是一个人吃的话，可能要买一种口味。对呀、啊，卡妹应该也会吃。我这次就不会。你要贴哪里？这边吗？好像贴这边比较好。谢谢北极熊的香槟，也蛮可爱的，蛮可爱。谢谢北极熊送我六连级香槟，谢谢。我还在想要再过几年才会收到本名巧克力，对啊，通常是女生送给男生。谢谢北极熊。我去年好像也有说过嘛，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还是二年级忘记了，反正就是因为情人节嘛，日本的情人节就是女生送给男生巧克力的日子。对，所以我准备了50份巧克力，然后送给大家。结果他们，我的就是一般的台湾朋友都不会这样，所以我没有收到大家的巧克力。好像会打呼的人也会这样贴。そう、なんかさ、多分去年も同じ話したけど、バレンタインです。日本のバレンタインって女性が男性にチョコを送る日じゃないですか。だから私、高校生の時にチョコを50人分用意して配ったんですね。だけど、まあ、ホワイトデーはともかく、その日誰からも何ももらえ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そう、友チョコ交換とかそういう概念がないのよ、台湾。台湾は恋人同士が楽しく過ごす日ね。そう、恋人同士が楽しく過ごす日で、私は一人みんなにチョコレートを配る女になってたっていう。对啊，没有回礼。高二还有送吗？当然没有。哎，我忘记那时候好像情人节刚好卡到，过年的样子，对。我们又不能送你巧克力，对呀。谢阳晚安。台湾只需要本名，不需要同情。そう、友チョコ文化台湾なかったのよ。知らなくて50人分用意してね。予定では50人分の友チョコがもらえるはずだったんだけど、悔しかった。喂，晚安。对啊，我预计呢可以拿到50份的同情巧克力，结果没有。台湾送的是完整的。美如晚安，看到交代会想到猫天，猫天现在还在吗？我太久没有看到他了，他太瘦了，好可怕。他不是30几公斤吗？然后身高好像160几公分，很就是身高蛮高的，然后体重就很瘦很瘦。我知道猫天啊 ，YouTuber 啊。可惜 TV 不收食物。你们会想送我食物吗？不然 Luca 就不用去买菜。PC 晚安。50份大菠萝，不要，我不要大菠萝。我还送给他们七六的 Choco 哎，日本的比就是一颗十块钱，然后放在三颗，所以是30块，30×50。1500哎，好贵哦！巧克力交换券，チョコ返しとは言わないけどまあ、
ね、これで仲良くなれたらって。ダボル巧克力很好吃。哪有，难吃死了。大菠萝还是我们吃的大菠萝不一样。等我一下下哦，等我十秒钟。现在 Luca 就不用自己买菜，还有钱。他现在只是偶尔在 YouTube 直播哦。超难吃的，这是骗小孩子的巧克力，没有什么巧克力的味道。Luca 这巧克力会加美乃滋？不会，足球巧克力都比他好吃。对，虽然足球也是骗小孩的。不排除提高，我对巧克力不挑，说好吃的需要把把你他一九二二吗？接不到大波的工商了，可以，没事，其他们家的其他应该有比较好吃的巧克力，希望，没关系，大波罗他们应该会去找小孩小朋友。198-7654，怎么了？又倒数。话说昨天直播呢，不是还不能发，是可等等再讲。足球、金币、石头哪个好吃？石头。杨过爱してる，ありがとう。320，延迟。新年快乐，盼盼盼盼。好，我等等会讲。洛克谢送枫叶。等一下，又倒，你们又倒数，然后什么都没有。枫叶倒数是不是？卢卡，我爱你，我也爱你。枫叶不需要倒数，这样会，这个就是排版二阶。卢卡已经看透了，没错。卢卡期待什么吗？没有，我就知道你们现在倒数，现在有倒数，我也不会太紧张。谢谢强大神的丢便便，对啊，真的不要乱倒数啦，会当留言，倒数会给你过多的期待，对，卢卡才太多的戒了。之前全家有买日币的巧克力，口味还好。日币的哦，1万块的巧克力吗？其实外箱纸箱看起来像日币的1万块，我那个没吃过哎，好吃吗？哦，你说口味还好，那我还是不要买好。陆凯来的二戒有真多元化，因为是雷军开始我才相信。刚刚是帮你算十秒啊？哦，对哈，我说等我十秒，可是我已经看留言的时候，我已经结束了。台中に有名なブランドのチョコあるよね？啊，なんてやつ？好，不是很好吃。OK， 那种巧克力都不会多好吃。对，真正好吃的巧克力外表就不会那么好笑。卡妹有没有收到？她应该是送给别人，女生应该要送男生。刚刚卡妹给我吃草莓口味的巧克力，好吃。哎，我跟你们说，我的这个贴纸是柠檬口味，有柠檬的味道。然后想，我刚刚想说，为什么一直都有闻到柠檬的味道？结果就是这个。有什么便宜好吃的吗？P
便宜，好吃。金沙，金沙还可以。是你自己开始，卢卡不会有问题，都是雷军的问题。卢卡晚安，想你刚刚吃完晚餐。Echo 晚安，我也吃完晚餐，才开始直播。对，我今天不好意思，我今天做饭比较久一点。对，纯粹是看着他的外形买的。柠檬的年纪，木曜是超晚的一日系列里面的人，没有谁他一九二二。柠檬的年纪，还以为你要回健达出场啊，健达出奇的也好像可以，对，健达还不错。卢卡永远是对的，对，健达虽然是甜甜的，但是很好吃，对，才不像刚刚的大叉，大叉罗，这怎么念？大叉罗，吗？大叉肉。才不像那个巧克力，那个完全没有味道，味道像一颗还没成熟，还太过脆弱。啊，大波露哦，那我刚刚一直都讲错啊，我没有说大波露巧克力不好吃，我刚刚说的是大菠萝巧克力不好吃。健达出奇蛋，我比较喜欢以前的，虽然现在的也不会很难吃。以前就是为了他的玩具买的。怎么了？可能真的有大菠萝巧克力，我是没听过。菠萝面包的巧克力，菠萝面包好吃。以前比较有蛋的感觉，对啊，真的。现在就是，现在变成煮熟的蛋。谢谢青云的梦幻烟火。晚安，情人节快乐！小雨，情人节快乐！祝明天元宵节我不会开播。今天讲也可以，元宵节就是吃汤圆，对不对？世界，哇！没想到今天会收到这个，柠檬汁别提了，666 Apple 奖一起加了，谢谢，开心，哇！这个，我上次收到是一月的事情，对不对？我的烟火算什么？不要这样讲，每个都是心意。对，只是我真的没想到会收到这个，谢谢。不然公开一下我的鼻子。好香！情人节快乐！谢谢陆克，好开心哦。心意呀，对呀，接受鼻子，对，只是我发现我刚刚贴这边东西，所以我原本撒的粉都掉了。对，不要羞容。陪你看世界，解锁鼻子，对。对，是看不太出来。现在这贴纸的背面都是亮亮的。日本に帰りたいと思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思ってるよ。帰りたいなって思うけど、台湾も台湾で居心地いいからね。台湾，我在台湾过得不错，但是还是偶尔想回去。讨厌啊，陆克没有倒数就直接，不行。其他的年能接受什么？我们月火箭什么呈现联盟都没在倒数了。
你们什么时候组队？对，你们就是格子衬衫，格子衬衫群。不信你看雷军，不要看我。啊，对，我要讲昨天，对，昨天的直播档是可以放，我后来检查了，对，没有，还好没有，就是发生不 OK 的事情，我很害羞，我就说格子衬衫的甜甜圈标准配备，没有，不是只。不是每个甜甜圈都会穿格子衬衫，就只有他们。对，没事就好。对，我超级紧张。哎，就是呢，中奖发票后面不是写姓名跟就是身份证字号，然后电话号码吗？然后我想说，我昨天拿中奖发票，然后这样看，假如这是中奖发票好了，我那时候这样拿，想说这边是不是这边我明明就有写电话号码，想说，哎，我是不是我刚刚是不是公开了？还好没事，吓死了，对我也吓到，可是我也没办法讲。哎，我刚刚是不是让大家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这样讲嘛，我怕我讲这样大家都会去检查。对，还好那时候弹钢琴，就是视角是从上面，就是比较，从上看下面，就是角度跟平常不太一样，所以是这样。然后就刚好就是我的手指挡到它，真的太可怕了。我记得你真的很好，我有特别注意，对，我有写电话号码，我都是先写的，对。ルカちゃんは東京じゃないです。山梨です。阿北晚安。要去检查有没有电话号码？对，不用去检查，我已经检查了，我第一瞬间就检查，还好没有，还好没有。没有露出来，我在想说，我那时候在等那个，就是粉丝的直播档，想说，哦，如果我真的有露的话，明天我赶快要去手机行，然后换个电话号码，这样，真的太可怕了。怎么还好？你早就有什么时候？山梨没有山吗？有啊。山梨就是有富士山的山，富士山的线，还好没有真的露出来，不然我的电话费就要换手机，电话乱写就好。明天雷军就会打给你。对啊，我想说，那发票的电话号码好像真的可以不用，他们也不会特别跟我打电话。青云二界半吊，拜拜青云。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对啊，反正就是我上次说不可，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所以我的直播档可以发。我今天还没洗头，没有，我这三天没有洗头发。今天晚上终于可以去洗了。哎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三天没洗头，完全没有很痒的感觉。我以前如果一天没洗头，都会有，哎，好像有点痒痒。哦，谢谢青云送我爱的粉红泡泡，谢谢，可爱可爱。现在头会痒，完全不会，所以想说是不是？美容院的他们洗得很好，还是他们用比较特别的洗发精？这个我就不知道。我三天没洗头是因为我有烫头发，所以三天不能洗。
不是我懒得洗，是不能洗。来不及的送礼物就是要被。看来今天面试顺利，可以结伴。这样八八八八倒数换我们拜拜。谢谢。有申请个人电子发票条码吗？会方便一些。什么意思？明天才知道结果。我三天没洗的话，只是兴趣而已。ポンちゃんは台湾の猫です。ポンちゃん是台湾吗？千元工作加油。一日二回やらないとダメだ僕。一日二回？え、なんで？え、やばくない？一天两次洗头。这样头不会干掉吗？え、肌に悪いよ。あ、でもそっか、人によるもんね、肌の質は。一天两次很正常吧。はぁ？我是无法理解。我也是一天洗两次头。为什么？这样你的头皮会干掉，很容易出头皮屑。可是我现在想，每个人的肤质都不太一样，所以也不能说这样不行。对，一天两次的人可能很容易流汗。我每天洗啊，头会很油。起床一次，回家一次。哦，也有这样的人哦。我是不会出油的。顶多流汗而已，我去游泳就会洗两次。哦，对，游泳的话，嗯，这是意外。可是平常我是油脂发质，要多洗头比较不会。哦，原来。好，今天会唱歌啦，虽然我没有练好。今天我两点起床，我也有点吓到。シャワー浴びるという感覚かね、ガッツリ洗うというより。ああ、そういう感じかな。もうさっと流すっていう感じかな。そっか。いやー、でも、私はできない。でも、一日一回入るのも億劫なのに、二回は無理だ。两天洗一次我可以理解。家出る前に必ず洗ってワックスをつけて寝る前にワックスを落とす。ほう、だ朝に入る。そっか。で、寝てる時に汗かいちゃうってこと？出会ってますか？我昨天其实也没有很晚睡啊。关直播后。哦，好像一两点。油脂发质。啊，油性发质哦。男生好像比较多油性发质。每次用手擦擦头，手就会麻了。我算是油性体质。游戏体质，别。そうか、髪セットしないからわかんない。確かに。私もワックスはつけないな。あ、寝癖がひどいから。ああ。そう、枕マンロン毛ってこと？我也是游戏体质，佩可。不要再配口了，不要再配口配口。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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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嗯，巧克力都特别大，好想吃巧克力哦。我前几天做的巧克力都，我已经都做完，不是，我已经都吃完了。我已经都吃完了。VTuber， 我觉得我毕业之后应该会当 VTuber， 但是声音就要换一下。ロン毛日焼け肌筋肉。哎呀，ポンちゃん好吵，对呀、啊，不知道为什么。啊，チョコ食べたいな。好想吃巧克力哦，没人会送我，没人会送我巧克力。VTuber 会很好认，还好哎、欸，我觉得。
我声音会，我会换声音，就是高一点。長くないけど髪の毛柔らかいから折りやすい。ああ、なるほどね。カメガン给我吃饼干的巧克力。一定很快就被发现是前偶像。我相信不会。没办法，只是叫卡妹送你。ポンちゃん、わかんない。那个你有搞？哎，又是倒数了。不要乱倒数哦。谢谢杰儿送爱的公式。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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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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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Chocolate 食べたい ，Chocolate 食べ。好奇卢卡其他声音就是这样啊！大家好，我太浪费了，怎么可以这样？等一下，我刚刚，你知道我刚刚看右下角的 6.01 版本大解密吗？还是这是什么东东？我按的时候突然听到火箭的声音，想说发生什么事？机器人火箭，太紧张，不是太紧张。谢谢圣人的火箭。所以想说是不是？对啊，差点直接宕机耶！对啊，我刚刚我真的有离开，我有看到，我就是听到砰的那火箭的声音。今日同僚の子からギリチョコもらったからもう満足。いいな。原来这种火箭会变形，对我第一次看到。一开始这样，然后就噗！啊，录有录哦，太棒了，太棒了！好了，我真的有看到，放心。可是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变形了，看起来只看到后面，对，我只有看到后面已经变形的样子。圣人应该也有录，你刚刚说什么？我刚刚说录，谢谢，帮我录。不过这个变形就要两倍，变个形就两倍，是原价火箭吗？露露还敢露露，谢谢圣人的原价火箭，太快乐！这个没半价哎，这个原本20。哦，是哦，谢谢马可们送爱的粉红泡泡，呵呵，谢谢。哦，原来就是原本是20万，然后变成10万，是吗？等我一下、哦，碰奖太吵。谢谢原田送我和你一起，等我一下哦，不要送我礼物哦。何を泣いてるだけお前は、ポジタに泣いてんの。谢谢翠的戳戳你，谢谢旅馆的枫叶，我要给他玩了。哦，有红包，是谁送我的呢？谢谢强大森。碰奖明明动得那么激烈，怎么可能是死的？哦，不好意思。哇，红哎呦，我进房了，开心！我刚刚101没有录到，哭了。哎，露露有录吗？101。破
梦姐明明吃完肉泥了，还一直叫，因为我，因为就是因为我刚刚这边有关门，她说啊，好寂寞，好寂寞。一发火箭只能第九。对，今天因为是情人节嘛，大家都会送礼物，还是我应该要元宵节开，收到礼物一定可以，一定可以第一名。谢谢刘冠送爱的抱抱，谢谢。露露有露露吗？露露。再上一次就可以录音，不用啦，101太贵了，谢谢。没关系，你们就算你没有录到，我的眼睛有那个101的样子。谢谢圣人送的草泥马 disco， 呼呼。很可惜今天只开一个小时。谢谢圣人的冲浪失败，谢谢朱莉，哎，不是朱莉安晚安。おじちゃん何してんの？如果情人节为什么要叫我露露？因为刚刚有人叫你露露。今天怎么这么多酷酷的东西？你的眼睛有露露吗？对，我的眼睛有露露。谢谢圣人的爱的公式，我有109个爱的公式，我还是不要丢好了。谢谢姑江的梦幻烟火，耶，有开灯。谢谢。也忘记了开有没有开灯是随机的，是不是？谢谢 K， 谢谢姑江，哎呀呀呀，哦，爱的宝宝，哎呀呀呀，跟着我的心跳哦。好，那钻石我改成那个哎，对呢，我改成粉丝团 ，OK。情人节当然要叫本名，要吗？好。我要预留白色情人节的 Koda。 谢谢原田的真情告白，今天一小时的收益完全不输其他店开两小时，真的真的哇，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大快乐。等一下，碰姐，我等一下唱歌。碰姐，超うるさいですね。碰姐真的超吵的，碰姐怎么可以这么吵呢？善元本名的秘密就是跟青鱼一样。啊，红包设置啊，按不到。应该可以，还有一下低调形式，笑笑笑笑的本名，我想一下，我好像也知道，喵喵喵喵喵，怎么其他粉丝都知道？卡妹今天没拍，卡妹一回家都是一直都在玩那个 iPad， 真的，她都不做事。特别问你的本名，就直接说，谁谁谁，我爱你。每次抽奖结果就看到欧先生，就知道是谁了。对，台湾，在台湾欧姓是很少，对不对？我好像我的朋友没有姓欧的。姐妹，我也知道雷军的本名。跟我说本名。卡妹不玩 Switch 了，对，卡妹太久没有玩 Switch。如果骂我的时候可以带姓叫我，真的可以吗？好，我要先唱歌。雷军姓这个什么？你红吗？红天。可以叫看看。雷军每个时代的名字都不一样。哎呀，碰姐还在叫，真的太吵了。陌生人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叫我姐姐，叫你姐姐姐嘛。他没说本名，我还以为本名是露露。有可能是我。僕は本体が知られたからこの裏垢に移した。本体が知られたってどういうこと？
てかこれ裏垢だったんだね知らなかった。どんポンちゃん知道今天是情人节吗？最好是啦，ポンちゃん，ポンちゃん，连他生日都不知道。echo太大声。OK。哦，最后一包红包。そこに眠る深い悲しみと時の記憶から目覚めた朝の光の中あなたの夢を見る。ないが明日の海に漕ぎ出す私の背中見つめている。あなたがくれた未来の地図大事に確かめるから。大家晚安。差点打成陆克我爱你，为什么？陆克我爱你，谢谢我也爱你们，谢谢原田的带我走。剑，战舰，金刚行战舰。谢谢那个呢，丘皮特啊，丘皮特抱抱。来开图剑，哎，这个念，这个也是剑吗？卢卡希望甜甜圈里面有 CP 吗？也没有希望，也没有。Four eight。哦，谢谢福送我，福送我香槟 Level Eight。没有他，一直都是 Level Eight。对，八的香槟太好看。
搞笑也没看到，没关系，我刚有看到。谢谢福，谢谢原田的爱的烟火，只好再一次。想看看酷酷的六连击，没有，我已经看到，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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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酷哦！啊 ，Level 8， 我好像第一次看啊，所以我刚刚看的就是 Level 7。原来我一开始收到六连击是原来是 level 7的，然后现在的就是 level 8。哎，好酷哦！看起来是刚刚没看过，我对，他一开始送的不是这个石油丸的证明，哎，有真石油丸。我也想看六连击，一开始送的是 level 7，对，我以为是 level 8。嗯，谢谢。我讲跟你们说谢谢谢谢，好酷哦！不是榴莲，我想看星光榴莲集。我们都是假的，没有，你们是别的粉丝这样叫你们的。对，谢谢原田爱的烟火，猫猫真可爱，可爱一点是呢。真的好可爱，爱的烟火，不要再相信不实的谎言。在石油丸面前，我们只是挖石头。哎，那个都是怎么升级的？送礼物才会升级，是不是？我们只是石头王，石头王，没事，石头王。石油丸，石头丸好像也很厉害。Stone One， 我们只能挖到地下水，累积礼物指数。哦，原来如此，送200个可以升级，所以他已经有送过200×7，是不是？1400个香槟就对了，好厉害哦！好厉害哟，蹦奖！什么的兄弟，卢卡抽抽你差多少特效吗？这个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去查的，要自己去划，然后数才可以知道。抽抽你是这个对不对？500开放 ，level 7到 level 8好像600个哦哦，原来所以一开始是200个，也有可能 level 2到 level 3可能变成300个。那不可能是1400啊，更多，比我一年喝的香槟还多，200、400、600，哇，好酷哦！情人节快乐！难怪我第一次看这个香槟，跟宝可梦金元子一样，对 ，level 1到 level 2很快就升级，level 99到 level 100就很难。应该破2000个，一定的，好厉害哦！谢谢陆克送抽抽你，还差100个，呵呵，福跟蝙蝠甲一样有钱吧？来，谢谢福的香瓶。破甲待在衣柜里很舒服，对。可是今天他都在睡我的床上。还有一个小时了，我要念板喽！蹦江，蹦江，再一声你念板しましょうね。啊，他们没听到，ごめんね，ごめんごめん。谢谢博成送我啾啾你哦。我看看今天的前十名是谁呢？今天辛苦了，你们也是。对，要念板了，等我一下下哦。谢谢卢卡直播辛苦了，晚安晚安。谢谢博翰的非你莫属，谢谢卢卡情人节快乐。对，今天这礼拜只有一小时，对。虽然我觉得有点可惜，感觉可以开1.5小时，但是不行，我上次也是就是这样，然后就是一直加开加开加开，然后你们都没办法早点休息，这样不行。对，这礼拜我直播3小时。谢谢陆克的红包 ，yes。
我们休没休息没关系，不行，你们要休息，不能让你们觉得好累哦。对，绝对不能让你们觉得哦，看看刘家的直播好累哦，怎么那么久？我已经陪他两个半小时了，对，只能狂笑一颗心，继续上班。笑笑加油，上班加油。对，看到情侣不能难过，我们在，我们都在。谢谢原田送我爱的烟火，我明天谢谢露丝送我闪光星星，明天上班不知道巧克力融掉没了。但天气这么冷，应该不会，陪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是吗？是吗？可爱的 Snapple 酱，我看到情侣就是不开心，嗯，还有今天都没有遇到。今天那个怎么了？ポンちゃん見えませんよ。是吗？我看一下今天的前十名。谢谢博成的成功，盛元入客。可愛い猫もね。ポンちゃん！怎么可以露出你的爱心呢？不行啊，ポンちゃん。谢谢陆可爱的烟火，今天不就是普通的礼拜一吗？对啊。对，我在找大家的那个。对啊，没关系，情人节嘛，给大家看爱心。感觉不错。ねポンちゃん，ポンちゃんみんなにハート見せちゃったんだね。碰见的饭杀，对，碰见的饭杀就是露出爱心，太可爱了，碰见。我看一下，好像差不多。然后服要重新做，情人节爱心。对，情人节就是要给大家看爱心。奖给你们的爱，没错。好的，等一下哦。盛元入客，星云，陈纳森。现在是他，林富江。然后北极熊。这个原田，还有马库拉曼，马库拉曼在哪里？马库拉曼，谢谢情侣爱的公式。啊，对，大家现在可以送我爱的公式。好，我要念板喽，大家。今天的第十名是马克拉玛，谢谢马克拉玛。第九名，哎，不对，对不起，好像变了。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克拉玛是第十一。博成在哪里？博成，这样才对。好，不好意思，今天第十一名是马克拉玛，谢谢马克拉玛。第十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九名是原名是 Leg， 谢谢 Leg。第七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六名是哥家，谢谢哥家。第五名是变符的符，谢谢你的香槟 Level Eight。然后第四名是强纳森，谢谢强纳森。对，强纳森也送我香槟，谢谢香槟，谢谢你的香槟。然后第三名是青鱼，也谢谢青鱼的香槟，连续六连击。然后第二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的101特效，谢谢。然后第一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的变形火箭，谢谢送我原价二十万的火箭。
谢谢。我有去丢香，喂，哎，你没有丢香槟吗？那青鱼是丢什么？等一下。好，谢谢大家。等一下，那青鱼丢什么？我记得三个人送我六连击，不是你吗？还是四哭江？啊，爱的烟火，对了，烟火啦。十一点点，哎、欸，不行，不能讲心。对，我有收到很多烟火，对，只是没有开灯吼，对。哦，原来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感谢大家。啊，ごめんごめん、ポンちゃん頑張ってあげるから。不行，不能走心。好，大家情人节快乐。强调没有开灯，然后运气不好而已，对，没事的，没事。就算有没有开灯，都价值都是一样的。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爱的公式。这爱的公式就是活动礼物哈。あげますからね、ぼんちゃん、わかった？ぼんちゃん、かまってあげるからね。う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ね。好、大家バイバイ。ルカ能換什麼？え、我可以換嗎？我不知道耶。那個火箭會變形喔。雖然我沒有，雖然我，ぼんちゃん，啊，ぼんちゃん不要坐在白板上。哎，好，大家，今天大家辛苦了，虽然只开一个小时，对，但是我过得好开心哦，好开心啊，班长。啊，是我们国民，国民，国民呢？嗯，我叫国民大帅，啊，大公开，应该没有前十哦，那 OK， 拜拜，晚安。